谁说我娘家穷，连个肉都吃不起？你看，我们要是吃肉，都是这样切成一大块的，直接啃。这我爸太小气了，今天去称肉就称了这么三块。这俩都装走里了，给谁爹装上爹？在小宝叫装着吃吧，吃完了，只有是在小吃叫俺有养猪的人呢。干湖北上一条哦，这是烧一条啊、妈，这煮香哦，这煮香了，骨头血头就烧它的体质。我妈说要煮三五个小时才行。放几颗我们自己家的花椒颗粒，慢慢煮，煮好之后今天晚上必须要过一夜，明天才可以正式操作。我们父女俩一天吃完饭没事干，我爸就给我剥核桃，我就给他吃核桃。我这两天吃核桃吃怕了都。这次吃啊吃着啊，姐姐正会别在了，这在月饼。后几天没吃错给人正好的月饼了，只有这不嫌麻烦。麻烦是真正麻烦。这次一直吃进去个这这，我说餐色的想吃色都吃不上，是样都没夹进口的。这下弄起来就到皮皮上一四边啊，四边去盘黑它。走，要面。蒸月饼要用那个熟面，我们家没有，我妈让我去我大奶奶家淘面吃。我四奶奶家的这个核桃树结了不少的核桃，我摘一个看他们家的核桃熟了没，等会下去了砸看熟了没。导演、就毛化的啊，老皮啊，锅冒血就好一失眠了噻，一失眠了又蒸月饼了，给油他点子好、好了嗯，好了，这个老师去回，去回太这个老师开有三遍了，麻烦。嗯，锅冒血他懒得错了。讲到的家里了，而且我爷跑后胡子，你好起来，给我等给他水源的。这还对啊。我妈让我去要面，我们这边的要面就跟湖南的淘米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个自己的蒸月饼，咱真的吃下吃哈，包月十分。包月水分给些谁胡来了，这昨天晚上挺大的三块，煮完之后这么小了，今天我们就开工了。贵了这个吧，贵了这个，贵了吧，别谁给你贵。拿出我们家祖传的黑碗啊，这梁山好汉喝酒的碗，用来装糟肉。我妈说这种碗装出来的糟肉比那种普通的白碗装出来的要好吃，就是要香。我们那边做扣肉也是用这种碗。对，是的，广西也是好像。不给，给我应该。把花生米给炒了。这两道菜好吃是好吃，确实挺复杂的。这咋还是够大够简单，好的手续吧。这个就是做糟肉的关键，我们这边的糟豆腐其实也就是南方的腐乳，我们这边管它叫糟豆腐。嗯，用这个装了肉就叫糟肉。再撒一点糯米粉。哦，这天是都是打破了的啊、其实他中午老想的哈。你盘好了？别盘，还一点别凑。
慢些，通的一下。这是，咱又吃，这个都是现在吃辣子了，又吃月饼的。核桃仁、花生米，再加点红糖。小时候我妈他们包月饼，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个玩意儿，封边，刷一层油。哎呀，老师傅，我妈的铁手。我妈让我来练个手，看能不能放进去。先放回跳，哎呀，烫，这还是我妈的铁手好用一些。半个小时了，出锅，哇，两个，三个，我妈说了，做面食她是一把好手，但是呢，要是给他几道菜，让他去炒啊，黑了就冒开汗了，那他就开始冒汗了。别做面食是，我咋个咋嘞？烘焙试试里面全是给的。那你厉害，阿姨。知道吧？我估计是姑爷的这个时候事情了。嗯，知道。给把吃这个就下去鼓捣了。加我们糟肉也蒸好了，哇哦，香，超香，哦，烫，就是这个味。这就是麻子吧，加熟了的哈，就麻不熟了。哎呀，这很大。贴月饼喽，团团圆圆，顺顺利利。我们俩提前在甘肃把中秋节给过了。对。提前吃上了月饼。对，我奶奶那个时候蒸的时候切的时候啊，第一刀就必须要说团团圆圆顺顺利利。吃月饼的蛋啊，这啥这啥，嗯，热的又趁热吃嘞。吃月饼，吃月饼，学，谢谢。好吃，好吃。小象快来吃，好吃。好，看哪样子啊？要古猫好吃，姐妹蒸过了。咋蒸的味道不错。好吃吗？香的啊，要香。香的哈。买这上，香的哈，这上。这不能吃强的哇，就这个给鸡去追的哇。三百香哈。嗯。还可以啊，这个手艺还可以。咱自家推出，嫂子弄着给这边蒸锅子干。干黑泡发车了，咱能吃啊。管一轩跟管金仓两个也喜欢吃，这一个就已经干完了，再切一个。排队领来，哎呀，谢谢。等一下端一盘出去，你爷也要吃，这都留不到明天了。过两天再蒸。做的太好吃了。对，他的手艺这么多年了还没失传，还可以，给大家秀一个啊。别翻车哦！一二，啊呀呀，别了，数字日加，这可以，都没漏，一点都没漏。三二一，哇，可以，就是这个味呀！我妈的花卷也好了，哎呀，给我妈一袋面，她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面食。大家今天给我公猫五星好评，走着呀，自下子这个货啊。这个人他说拍个照发个朋友圈。哎，第二也不吃肥的啊。好吃。不吃。我没有手术大拇指了。很多朋友都说小北你娘家怎么都不吃肉啊，
其实不是不吃肉，我们确实像大肉啊，就是猪肉吃的会少一些，吃的时候要么就装糟肉，要么就卤了吃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少数民族比较多嘛，然后也被影响的，我们这边吃牛羊肉的话吃的会稍微多一点，比吃猪肉多一些，但是我们家好像确实肉食都不怎么喜欢吃，都喜欢吃洋芋面蔬菜。不过这个今天装的是确实好吃。啥的小吃吃过这茄子，我觉得是个傻。好，哦，好。扔了。啥呀？啥啥？呀，嗯，好香。倒一下。走。一流的。那吃的干面水了。哦，这，哎呦，吃的太饱了。尝一下味。吃的太饱了，跟着我妈去散个步，走，串门。就那个倒椰子的拾起来的了，油锅里多多给它拾起来的哦，真的瘦了。吃了八个这两个刀也上过哈，这又吃的真好的，这两个刀也上过哈。就他家的人点了不得火，这个怎么咋？咋八个？别点了。这想吃的路好多吧？狗屎过去又去吃了去。我那些想吃了给他锅巴贴整，吓得了咋？这是丫丫，我当时点不就行了？哎。哎呦哎呦。这是，到这都三个，那把这个给。啊，确实这里面不加。